妖怪，你怎么睡这里了呀？你昨天晚上最想吃的张记烧麦，哎，来来来，乖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不是张记的虾仁烧麦，我可不吃啊。就是张记烧麦，我一大早开车去买的，而且还是第一笼呢。你看你最近都瘦了。哎呦，真的呀？哎呀，哪有啊？你宝贝女儿才瘦呢，在直播里面吃那么多，哎呀，本人看着像非洲难民似的。哎，你看你看，心疼了吧？我哪有心疼？我告诉你。很多女明星为了瘦还去切胃，也对也对。哎，这个周末呀，叫女儿回来吃饭吧。反正月白送我的那什么海参鲍鱼什么的，我也吃不完。嗯，好。不行，我要回去。小侄上大学时，要是没打碎那个保龄就好了。现在把另一个拍回来，能凑成一对儿。哎呀，不要再提这件事情，每提一次啊，我都心疼一次。您还告诉他那是仿的白景平。哎呀，他那个小细件跟他爸爸一样，我要是跟他说是古董的话，他不哭三天三夜才怪了。雪道，数学系。
会去那边哦。你听，天津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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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终于醒了。我听见你在叫我。我一直在叫你。我很困。我知道，可是你不能再睡了。我刚刚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看到你、外公、小舅、爸妈，我还听到外婆在叫我。那只是梦。还有个小男孩，他告诉我不可以过去，然后我就听到了你在叫我。天津池，你很乖，你没有过去。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，也可以救我们的孩子，但是需要你的同意。只要能救小福星，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同意。他叫薛晨儿，他有名字，他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要救他。他会平安降生的，你也会好的。天津池，相信我。